神户籍的黑毛和牛油花犹如白雪般均匀分布，涮进灵魂麻辣汤中，入口化开的肉质鲜甜及美味，让人流连忘返。因为我本身已经来这边已经来第三次，因为他们的麻辣是用汉方药材去熬的，那吃起来会比较多层次。最多眼球的还是这肥瘦相间的本岛豚五花，经过炙烧及58度高粱的催化，口感恰到好处。最喜欢吃的是火焰炙烧猪，吃起来口感很暖软嫩，然后炙烧有烧过，然后有那个火焰的香气。这家台中火锅以汉方麻辣火锅闻名，从食材到装潢都不马虎，让顾客进到店里，视觉及味觉都有美妙感受。这次的寒流啊，我们的业绩啊，我们的订客数的话都增加了30%左右。建议的话，都差不多一周前去定位。会员生日我们有送那个和牛，日本直送的黑毛和牛。天突然变超冷。然后又下雨，天冷吃锅超满足。来到桃园，这一家也是爱吃肉的老饕们必打卡名店。那这个是活动限定的呢？雪花牛、低脂牛、板腱牛加上梅花猪，浮夸肉盘澎湃上桌，蛮厚的耶。店家加码不手软，除了浮夸大肉盘，最吸睛的还是超狂自助霸，随你夹，吃得饱，拿很多肉。就学生嘛，就比较穷一点，吃得比较开心嘛。吃68万多。饥肠辘辘的学生要祭五脏庙，桌上肉盘叠得快比人还要高，肥滋滋的肉片豪迈入口，心满意足。桃园超高 CP 值平价火锅吃到饱，优惠还不少。当天的寿星，我们只要凭证件来用餐消费，都有可以享有5折的优惠。寒流来袭，火锅业者挤出优惠，拼创意比人气，吸引饕客上门吃饱喝足。快新闻陈明彦、洪世成、杨格、西爱纯、桃园、台中采访报道。世界局势变化莫测，你我都身在其中。国际间合纵连横，外交、政治、经济、军事、科技，无所不争，无所不战。环球大战线全方位观点，与您一起剖析战略，走进环球竞争最前线。